大纪录在花生台，诚邀网友到 patreon.com/hkpeanut 加入成为会员，月费最低只需港币40元，优先参加活动及专享声音档案重温。香港花生，留守见证发声。大家好啊！2020又系我高师傅同埋做娜啦。咁见到咦？点解我同做娜之间咧系有呢位？有呢位系咯。放心啊，就有一位非常之隆重，亦都久唔久会上嚟嘅嘉宾咧，佢就唔入镜珠咁啊，一阵间都会听到佢把靓声嘅咁。咁啊，大家记得啦，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啦，可以去 like share 啊，俾留少少言啊，赞下好啦，同埋 YouTube 嘅频道咧都可以。咦，系我哋删咗个冇得。系啊，唔好攻击我啊！攻击我删你留言嘅。like 得噶啦。啊、okay ，你喜欢可以诶，请我饮下咖啡打赏下嘅。咁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阿比姐啦，好。Hello， 大家好，我系阿比。咁咧，我相信大家啦都会好中意养宠物啊，包括我自己咧，亦都会养猫猫咁样。咁一翻到咧，第一时间咧就要睇啲猫先嘅，要揽啲猫先嘅。宠物嚟讲咧，对我哋嚟讲其实可以陶冶性情啦。但系有时候啲宠物咧都几有趣啊，即系佢会令到你好开心啊，但系有时又会激下你啊咁样，即系叫做咧喺宠物身上都有啲情趣会发生嘅。咁我哋听下嘉宾嘅分享啦。其實今日我講咧就係、我養咗只灰鸚鵡啦，三年幾前，咁係我老公買俾我嘅生日禮物嚟嘅。咁由 B B 開始買翻嚟，真係餵奶餵到大嘅。咁其實鸚鵡嘅性格好得意喎，講就講話係認定一個主人噶嘛。咁其實佢由細到大咧。都是我去照顧佢嘅，即係等於一個奶媽咁啦。正常嚟講咧，灰鸚鵡係會跟我先係噶嘛。但好神奇喎、哦，照顧佢嘅即係起居飲食啊，咩都好咧，佢越大就越有靈性。即係其實根本係同湊一個小朋友冇分別嘅。喺佢嘅成長裏面，我就係等於湊緊個仔咁樣啦。咁好啦。大下的時候，越來越像一個 很頑皮的小朋友啦。但他真的是一種高智慧的動物，他是很有情緒的。我自己都會覺得奇怪的，我照顧你，你又叫我媽咪，正常來說你都是黏媽咪的嘛，他不是的，他的情緒經常表現給我看就是他很喜歡飛去一些高過我的地方啦，站在那裡用一些很鄙視我的眼神，經常都是的啦，我撩他哄他的時候呢，他的眼神是很啤著我啊，還有一看就知道他是在歧視我啊，即是串串供是啦，跟著又在奸笑總之我每逢做些什麼引他開心，是啊，他真的很奸笑，笑出聲結結結結的，沒錯，在哈哈哈，總之是很鄙視我，其實他是不是當你工人當你工人姐姐我老公都是這樣說的，他說你只是他的工人，我沒有理由的，我見鸚鵡群組那些即大家分享都是，其實媽咪照顧他應該很像我，不是的，不是很多年輕人都是蝦媽蝦爸爸，你見到我其實我嘴上有條疤痕，是不要覺得細心點對我，是的，其實就是他啲無情力啊！一次就係細個嘅時候，我教佢錫錫啦，錫錫媽咪。開頭咧都肯錫我，但係有一次咧，佢就一咬到我嘴係爆曬光，流咗好多血。嘴好尖喎！係啊，係啊，好尖，即係成把鉗咁啊！係啊，係啊。咁跟住我死啦！亦都去美容院整過啦。我真係咁樣，美容院都話：哇，你條疤好深喎、你可能要做一做機喎，啲療程咁。咁係啊，又搽去疤膏又成，到依家都去唔到條疤嘅。其實唔係 OK 嘅，係啊，有個人。咁然後直至到早嗰排啦。咁其實我自己本身係一個由細到大都通到靈嘅人。咁同埋細個嘅時候，亦都到依家都係啦。咁成日會間唔中會彈啲前世嘅記憶片段啊。咁近期咧。因為其實我由細到大咧，我係好中意發吽竇噶，
細到大都係。咁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我舅父成日叫我牛豆妹、牛豆妹咁，我成日就係發牛豆。但係當我一發牛豆，好似放空曬嘅時候咧，我就會有啲片段去彈出嚟啊，喺個腦度，即係好似一個畫面咁樣。嗯。咁好啦，早嗰排我又發牛豆，突然之間我就閃咗啲片段出嚟，咁就見到我只鸚鵡啦。然後我就見到三個字是一個名嚟嘅，女仔名嚟嘅，就閃咗楊小環呢三個字出嚟，然後都冇理啦，一路我都係繼續咁發呆啦。跟住我就見到一啲古代嘅片段啦，又係清朝嘅。咁我見到啲乜嘢呢？就係見到有一個叫做奴婢啊。宫女啊，总之一个好近身照顾我的人，咁就好清楚见到系杨小环，亦都弹咗一啲佢照顾我嘅，好似生活片段啊咁出嚟。我就系见到有个画面就系我用一啲好尖酸刻薄嘅说话去闹佢，重伤佢，但系咧佢都依然系好锡我，好照顾我嘅。我谂应该系以前曾经照顾过我好多年嘅宫女啦。去咁樣，然後之後咧，我就冇諗冇諗，死啦！又彈咗呢啲咁嘅記憶出嚟，自己已經知又係前世嘅嘢。咁其實我自己都知，過去咗就係過去咗啦。咁知道嚟都好無謂啊。咁但係因為真係控制唔到啲意識噶嘛，佢要浮出嚟。咁然後我就開咗個籠，我就放咗我只鸚鵡出嚟，然後咧我就。試下同佢通啦，同佢傾偈。我話小環，你記唔記得我係邊個？然後我就不斷爆喊啊，個心係好似好愧疚於佢咁樣，我控制唔到啲眼淚。完全係好感觸啊！你翻嚟揾我啊，咁細。佢一路企喺我手臂度咧，一路嗰种眼神咧，系好似同我互通咁。嗯。但系，然后我心里面就有个意识话俾自己听，佢已经唔记得晒以前啲嘢噶啦，只系你单方面去通到，去睇到原来佢就系你前世嘅一个服侍你嘅宫女。嗯。就系、是、咁样咯。哦，所以今世你又服侍翻佢，凑翻。系啊，原来就系因果咯。咁你咬爆你个嘴。系啦，我就系觉得原来你咬我就系因为可能我前世用啲太唔好嘅说话去伤害你，但系你都依然系好照顾我。哇，真系口业喎。系啊，我觉得应该真系咁样。一段嘢咧，佢话口杀业排第一，跟住之后就系口业。是啊，所以真的不要亂咁鬧人。是啊，我都相信呢些是咁樣。即係講粗口，另外計法啦。係啊，講粗口都好似係。係啊，講粗口都係嘅，所以我都戒咗好多啦。哇！即係咁，即係你咁之後，佢望住你，佢好似佢不斷望住我喺度流眼淚咯。做緊乜嘢啊？係啊。咁仲佢有冇串串講啊？佢嗰一刻冇咗。嗰一刻冇啊，係啊。咁你做完呢樣嘢之後，其實佢都乖噶。平時其實佢係好氹我開心噶，只不過間中就係做一啲好鄙視我嘅行為出嚟啊，即係飛去高處咁望住我啲眼神，好似想笑我啊。總之我做親啲乜嘢，佢都好歧視我，成日都奸笑笑我咁樣咯。咁你嗰次同佢四目交頭，即係。爆喊釋放咗嗰啲嘢之後，咁佢會唔會乖咗啲咧？定有咩改變咧？會啊會啊，我都錫佢多咗啊，因為有陣時其實我成日鬧佢嘅有陣時，因為佢太頑皮太曳，我叫佢唔好做嗰啲嘢，佢就專係作對要做嘅。佢反而去對住我老公咧，就係哇好冧嘅喎！我老公每晚收工係啊，咁但係喂。好奇怪，平時都唔係我老公照顧佢，係我照顧佢噶嘛？咁你咪唔好照顧佢咯。唔睬佢咯，叫佢你咁锡阿爸，叫阿爸俾你。我试过噶啦，佢企喺爹哋膊头仲串啊，忍唔住啊，系咁啤住我噶。总之啲眼神系非常之歧视我噶。咁咁爹哋翻咗工冇办法啦，我照顾佢，你都要焗住都要顺从我噶啦。但系真系乖咗噶呢排。佢乖咗。因为我对佢嘅态度都软化咗咯。哦，即系你之前系啊，我有同佢讲，原来你系翻嚟揾我，对唔住。
我記得好似嗰時初早幾年你做節目話你以前前身係個妃子嚟㗎嘛？唔係妃子，唔係妃子，只係啲格格啊！啊，都係嗰類嘅啦，都係皇帝身邊嗰啲嘅啦，都係。係啊，我記得你好似話見到自己著古裝。其實唔止我見過嘅，其實好神奇嘅，今世我遇到啲朋友啦。其實呢十年裡面咧，我有個哥哥都係道教點講咧？茅山師傅啦，呢十年裏面，其實我哥哥已經幫我處理咗三四單，都係啲前世嘅麻煩嘢。總之我遇到啲咩事，我都話：，哇哥，幫我搞掂佢啊！又嚟揾我，又係咁樣啦，啲麻煩嘢。我記得早幾年我俾人追殺嗰陣咧，咁有個師兄又幫我做埋啲好似超度啊或者咩嗰啲咧，佢又話幫我做啲法事，即係去招呼嗰啲冤親債主。咁嗰段時間咧，我記得佢係做開始做噶啦，嗰個 period。跟住我台灣有個師兄咧，即係我師傅傳教台灣噶嘛，咁好多人都知啦。咁啊嗰個師兄咧，嗰個師兄已經做咗喺嗰邊做咗傳教師傅。咁啊，跟住咧，佢就朝早七點幾就打話俾我師傅，就同我講，佢話你哋阿師姐香港呢個乜師姐有麻煩，因為佢嗰時嚟香港，我師傅傳教俾佢嗰陣時候咧，就我就同佢哋翻譯啊嘛，即係同對佢好好，咁佢就記得我呢個師姐啊嘛，佢哋話，咁啊跟住佢就話，師姐有麻煩，咁我師傅好緊張，話咩事？佢通到靈嘅，佢就話我見到嗰個師姐嗰啲冤親債主，明朝嘅都想埋嚟，係可以。是啊，咁遠嘅時候，你都即係咁多世，你都會有得罪人噶嘛。所以我哋即係盡量唔好得罪人咯。即係我嘅理解就係咁樣咯。即係始終一定會有因果，或者有咩有要找數啊，即係找數啊。所以就真係要盡量避免人殺氣咯。我都係咁話嘅，真係。我以前都好串噶，而家唔串啦，驚信唔串啊，即係驚啊，我即係識驚啦嘛。但有陣時都要玩拖嘅，做人太善良真係人善人欺嘅。咁你仲有冇其他嘢？有啊，有一單其實我好深刻印象噶，就係、大概我諗早六七年前啦。我記得嗰陣時我都未搬噶，我住村。咁啊，記得有一日咧，收工啲繁忙時間啦，傍晚六點零鐘咁上下時間，咁啊等小巴翻屋企喎，個車龍係好長噶。我就排在頭那一批的直至到尾那一批已經是好到很長的了條龍。咁咧，我就成日等車的期間咧，我成日喺度睇手錶啊，咁啊擰轉頭望下，喂車嚟未啊？車嚟未？我趕住幫佢食飯啊。咁一望過去嗰時咧，有個男仔，你知道排條隊是直的嘛？有一個男仔就企咗出嚟啊！就喺度望住我，我开头我都唔为意噶，但我几次拧转面嘅时候，這个男仔都系咁样，肯定系望住我，因为大家咧个眼神交接咧，我又望住佢，佢又望住我，咁我觉得奇怪，我唔识噶呢个人，咁我就特登咁褪出去，我就直头同佢四目交头，直头同佢对望啊！我啤咩啤啊？咁佢又唔系啤我，嗱我亦都冇啤佢噶，而系大家用啲眼神去望住大家，好奇怪，我唔识形容咩眼神，但系我就一定系用啲好奇怪嘅眼神望佢噶啦，因为喂，素未谋面，我未见过你噶，但系点解你咁样望住我？我望翻佢，但系一望嗰阵时大镬啦，我开始头痛，个头前面揦住痛。唔係，我開頭都以為係，喂，你咪又係嗰啲嘢啊？有陣時我分唔到噶嘛。咁我咪一路望佢咯，望到我真係開始又有啲唔係咁好嘅片段彈出嚟嘅個腦，就係、是我哋係著住以前好遠古時期一啲嗰啲叫咩啊？中國咪有啲咩族咩族嗰啲咧？少數民族嘅係啦係啦，少數民族嘅衫。咁啊，已經唔係再係清朝，已經係再遠古啲。應該叫咩族咧？係咪有個族叫苗族啊？苗族係啦係啦，苗族嗰啲服飾。咁呢個肉得講係啊。咁啊，見到佢係呢個男仔個樣嚟嘅喎，但係佢有頭巾有剩包住個頭，咁著住少數民族嘅衫。咁我唔得，好頭痛啊！我唔再望佢啦。咁等多一陣小巴嚟，咁就上車啦。然後直至到回到家
我唔得，我个头好痛好痛啊！一路其实搭车翻屋企，成个途中咧，我个脑嘅片段都系呢个男仔啊！哇，系啊，佢嘅年纪系同我咁上下噶咋，应该细我几年嘅着膜。咁啊唔得，全个过程都系佢，点解咧？我都有怀疑过，我系咪又见到邋遢嘢啊？即系唔系又翻嚟揾我系嘛？即系肯定系啲前世嘢嚟噶啦。咁然后我翻到屋企，我就即刻打俾我哥啦。咁我话哇哥，我又嚟了啦，唔知咩事。我喺小巴站等车嘅时候，我见到一个男仔，我系对望咗好耐，然后我个头就痛到依家翻到嚟屋企，痛到裂咁滞啊！咁跟住之后，我话你诶喺咪弹，如果喺弹咧，帮我问一问睇下咩事啊？咁跟住收线啦，佢话好啊，咁我转头打俾你啦，咁问下先。咁然后咧转个头复翻我电话嘅时候，我哥同我讲，佢话祖师爷叫你唔好再谂呢个人，因为呢一个人系你前几世嘅同门嘅师兄弟啊，你哋同一个师傅一齐去以前一齐去学法修法，咁其实你哋两个嘅感情很好好噶。我吓。我话但系佢系人定鬼嚟啊？佢系人嚟噶。我但系好奇怪咁，佢全程望住我望咩咧？佢应该呢个男仔咧都系通到啲嘢嘅，但系因为你哋系现代现实生活嘅人，佢冇理由走过嚟问你喂即系熟口系啊，我唔敢啊，大家都即系各自各通系啦系啦，但系原来大家系互通到通啲又唔通啲，咁佢话你唔好再谂佢啦，祖师爷话如果你再谂佢，你会好麻烦啊，又系牵起啲前世嘅嘢，对你自己都唔系咁好啊，咁样咯，佢话你越谂佢个头就越痛啊，但系你有冇谂过佢同你排一条队都系住附近噶咯？我唔知道啊，佢有冇上你架小巴？冇冇冇，因为佢好厚啊，因为我谂系系咯，哇，好恐怖啊，咁佢有机会喺你嗰头附近出现噶？我冇见过嘅呢个人，即系嗰日咁啱喺条道。系啊系啊，我真系第一次见佢。我做咩啫？又唔系识得你嘅，你咁样望我，会唔会通到专登走去揾你？唔知啊，所以我咪好强调问我哥，我喂，帮我问下祖师爷，究竟佢人定鬼啊？佢系人嚟嘅，人嚟嘅。哦，你哋以前嘅感情系好好嘅。咁佢揾翻你做咩咧？唔知啊，佢冇揾翻我，但系你之后就冇再遇到佢，冇相识，冇遇过佢啊，就系嗰一晚。呢啲斗前千祈唔好开始，系啊，真系好惊，真系。我系真系惊咯，哇，我都惊啊！其实几单噶啦，前世已经，我唔知点解，即系斩又斩唔甩呢啲咁嘅嘢，硬系。我有问过，喂，究竟我系咪几世都即饮唔晒碗孟婆汤啊？点解会咁样噶？你因为通到你自己某一世个天运啊嘛。我唔识呢啲。我哋每一世咧，其实都有个天运系嗰一世个记忆嚟死咗之后咧，系啊，嗰个天运就去咗认祖归宗嗰度。咁然后我哋个地运又落去投胎咯。所以我哋无论投胎几多世咧，其实我哋每一世个记忆都喺个储存库嗰度。你个心够清咧，你就可以睇翻以前边一世同边个人嗰啲斗见。即系佢开到云端个 file 咯。系啊系。但系就系唔止一世咯，无啦啦又弹啲以前早几世咁样嘅嘢出嚟。我讲我太太佢自己啊，佢咧养只吉娃娃狗狗啦，咁佢有次咧就即系叫做。好奇啦，睇下同只吉娃娃有乜嘢嘅，會唔會前世已經有相遇？佢跟住睇到咧，有一世咧，佢就係一個西方嘅，即係金頭髮嘅。咁咧係個鬼佬，咁個鬼佬點咧就好中意拋下波啊，嗰啲少少嗰啲馬戲班，即係個獨立形式嘅馬戲班。咁啊拉住架車四圍去，四圍啲鄉鎮咧就叫做賣藝，西方嚟噶咁。咁有一次咧，佢賣完藝之後咧，咁喺度休息啊，打點嘢嘅時候咧，佢無端端有隻貓行過嚟咧，嗰隻貓自己跳上去嗰個波度，咁自己喺度碌前碌後咁平衡啊。嗰隻貓跟住從此之後，佢覺得啊，不如養你隻貓啦，順便啊，你都識玩下啲馬戲仔咁樣。跟住從此咧就變咗 partner 咁樣咯。嗰隻貓跟住佢即係穿州過省咁樣去表演。好得意。原来前世呢只猫去到今世就系去养嗰只吉娃娃，佢嗰一刻先醒起咧，佢只狗嘅阿吉娃娃好得意噶，屋企咧有啲咩公仔啊或者波咧，嗰只吉娃娃咧揾个譬如呢个波咁样，嗰只吉娃娃咧揾佢个背脊咧，将个波推埋墙咧，压到个波喺吉娃娃个背脊顶咧，跟住喺度咁样玩噶。
即自己都可以玩嘅。系啊，犀利喎！咁紫娃娃有冇可能会通到佢自己前世呢只猫？应该唔得啦，紫娃娃，因为嗰啲动物嗰啲智商，即系佢嗰个灵感咧，通常喺啲大自然危机嗰度会比较敏锐咯。对于呢啲要通翻前世咧，就好难嘅。但反而我哋人又得，因为我哋人嗰个灵性够强。但系佢前世嗰啲本领都本质咧仲喺度啊，所以点解咧？你只鹦鹉咧咬你个嘴咧咁样，就系可能佢嗰一下，即系喺生前嚟讲，觉得哎呀，你呢个主人成日闹我，真系好憎你讲嘢咁样。可能系系啊，可能系咁噶。有机会哇，即系都几有缘分喎。系啊，好有缘分，即系你今世都系养翻佢。系啊，所以话啲人讲咧，即系坐得喺埋同一架车、同一条船咗啦，夫妻一定系相遇过，就咁解。系噶。好啦，我哋咧好精彩啊，即系啲时间又唔够啊。不过咧呢集咧完毕啦咁。大纪录在花生台，购买本台服务或者应援本台主持，可以 FPS 转数快支号码94681803，或者支票及银行过数到汇丰户口023280233838，台投 Hong Kong Internet Radio Limited， 香港花生，留守见证发声。